就是这个福岛食品了。咁啊，我查一查，唉，谢展环呢就4月13号啊，率团访京3天，讨论食品安全同埋能源。咁样去咗3日之后，唉，国家海关总署点解同海关总署、国家能源局同能源局乜关系呢？佢系环境卫生局啊，讨论食品安全及供应能源等议题。繼續深化內地的交流合作，於是乎咧，環境生態局啊、秘書啊等等啊，帶咗隊人上去。即係咧，嗰次咧就收到指示，一定要禁鳩咗日本嗰啲福島食品。咁啊，早兩日我都講過啦。其實我長時間，如果大家好多咪台灣嗰啲啊，蕭生講多啲咧，你喺台灣成日都聽到佢哋嘈啊、示威啊咁啊，反對即係輸入福島食品啊。福島食品即係10年前噶啦，即係福島個。核爆之后，咁香港有冇禁过咧？你老母从来都冇禁过，你听过未啊？禁止日本嗰啲福岛海产品，不嬲都有。而家咁乜捻嘢？而家话啊唔系，而家放啲污水出海啦，稀释啦，人哋分30年放啊嘛。咁佢已经讲到话，唉，冇事噶啦，好小事嘅啫。即係你大灣啲水都係有輻射噶，咩又冷卻嗰啲咩又放落海，係大灣一樣有核輻射走出嚟噶。我哋北區啊最近添啊，唉，總之咧，唉，監察住監察住咁就算噶啦。我只能夠話咧，其實究竟呢啲嘢個害處係幾大咧，就係個人嘅講法都唔同嘅，係個人講法都唔同。核電廠當然唔係一件好嘅嘢啦，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，但係周圍都整緊核電廠，你知啦，係。咁啊，你唔環境處，你唔出聲叫佢唔好喺福建廈門係咁整緊㗎，因為你世界大勢所趨，即係你唔出意外咧，佢的確係又平又正咁。而家烏克蘭嗰度都好危險啦，核電廠就污染咗啦，如果係生態災難啦，係嘛？程度問題係咁，你話唉，我哋安全啲啊，好唔好咩咁樣？我只是问你，为什么过去10几年你听都未听过香港话要禁咗啲福岛？有冇人宣传啊？点解冇？台湾系有嘅，成日嘈喎。点解我哋系咁入口啲福岛食品啊？咁样，香港人就系咁，系唔嘈咧吓，冇人出嚟扮晒嘢，冇专家出嚟，佢当冇嘢。系咁呢个行之有效喎，所以而家咧开始出嚟吹啊，日本嗰啲福岛啊咁。咁你话喂咁紧张啲唔好咩吓？唔使食咁多辐射嘅，乜捻嘢都有辐射咁啊。好啦，系随你啊。我啊，始终话你公开咗话辐射啊，然后你验，然后宣传下，咁你一般人你中意咪食咯，唔中意唔好食咯，屌，系咪？我本来就系咁啦，咁我谂下我食啲咩咧？平日食啲平嘅冻肉啫，巴西嚟嘅多，大陆嘢咧，大陆嘢早几年咪有啲猪瘟啊啲咁样，哦，好彩唔食大陆猪肉，即系好多人食大陆猪肉啊，新鲜猪肉嘛，出街都要食到嘅，食到唔紧要啊。大家最緊要自己健康，我哋聽所有嘢，你梗係避唔到噶啦，輻射啊，嗰啲人造色素啊，飲品啊，唉，8蚊至10蚊至嗰啲飲品啊，我都話我，你問我話我係少入冇噶，我唔會話喺度貪方便買樽清水嘅就最多買清水，必要時我仲係個水樽多少攞翻啊，用好多次跑步裝水用，即係唔中意。咁但係我嗰代同新一代唔同啦，係咪？以前都冇啲咁嘢嘅，係咪？自己帶水出街，而家唔係啦，唉，即係買樽嗰啲，咁其實嗰啲有曬啲色素啊，即係嗰啲塑化劑啊，好多嘢嘅其實。咁但係咧，咪飲咗飲由細飲到大咁點啊？唔好咯，係咪？食品健康係自己小心啦，每個人個身體情況都唔同，係咪先？避就避唔到㗎啦。我細個嗰陣啲人話唔好食鹹蛋啦，咁我咪有照食。食下食下食食得落会死啊咁样，唔食都会死啊，有翻咁上下年纪唔开始唔惊，总之自己判断小心咪得咯，即系打针唔打针一样嘅啫嘛。但系而家唔系禁，系咪禁咁多嘢讲咗咩？北京嘅意思咯，北京点解禁佢系同日本嗌紧交咯，唉就系咁简单。咁耐有冇人禁过话要禁咗东江水啊？东江水咁鬼多污染，嗯，饮落肚嘅喎。你唔飲都唔得噶，系咪照飲？咁啊，大家有冇话验啊？呢样嗰样啊，民间有噶。喂，你沿海咁多
東江嗰度沿途咁多工廠污染嘅時候，哎，我哋隔過曬咁，咁福島嗰啲唔隔過咩水海產點嚟嘅，係咪先？即係佢仲話明，即係佢都好小心啦。日本人都要食噶嘛，即係佢唔會喺個附近啦。咁當然呢個係政治嚟嘅，一定程度嚇。咁啊，香港咪跟國家意思咯，所以但係唔好出嚟大言大義啦，係咪？而家大國崛起啊，要同人哋經濟制裁打超限戰啊，係咪先？係佢禁我乜春，我又禁翻個乜春，要做呢啲嘢啦，支持一下啦咁樣。喂，你咁老實講，我反為又我唔係支持啊。不過總之啊，我起碼了解啊，你唔使包裝為啊，哎呀，我為你哋安全啊，即係好似打針嗰啲咁啊，梗係為你安全噶。打鳩死咗啲人，唔知多謝你定係點啦，係咁啊。就話咧，佢話一旦日本落實排放咧，一定會即時禁止福島一帶最高風險縣份嘅水產進口。你睇呢個字咧，即係其實係部分嘅啫，可能冇啊。其他日本水產業品要提供福地檢驗嘅，係啊，會再檢查雙重保險，係咁啊，2% 啫，係嘛？唉，嗱，其實我就如果我講錯咧，即係你啲撬口中意食嘢嗰啲人先至會幫襯到嘅啫，係咪？会街市买嗰啲鱼啊，嗰啲就近嘅啫嘛，讲广州生产嗰啲鲤鱼啊、大鱼啊嗰啲咁嘢，平日边有咁巴闭食寿司？寿司我冇啊，咁唔中意，不过唔理啦，系咁啊。而家咧就好得意啊，即系话目前已经禁止福岛嘅水果、蔬菜、奶类饮品等啦，系都好嘅，早就吓。但唔包括果汁喎，咁點解果汁唔禁咧？咁樣果汁就隔咗個皮喎，諸如此類啦。咁啊，其實有國際標準嘅，如果國際夠壓力咧，日本就冇得咁做。咁但係佢如果可以放即係啲污水、啲核廢水入去太平洋咧，即係一定係起碼美國都或者其他國家都 OK 啦，係咪？咁但係當然你去到歐洲係遠嘅。東南亞國家的態度是怎樣呢？那就不知道了，那大家就看著新聞吧，就不用看太高的，那日本人自己吃先，他不是說不吃出口給你嘛，那你就全家喊打而已。那台灣 都是繼續喊打的了，但是你幫我們台灣兄弟提醒一下他那個吧，因為他們台灣就民進黨親日的嘛，沒得說的，那香港就不親，以前親日嘅係嘛？咁啊，因為親日先食咁多日本嘢啫嘛。咁啊，雞蛋會唔會啊？我有時都食下雞蛋喎。啊，日本雞蛋有時都買貴成倍喎，貴唔止一倍嘅話。但係好似好食啲啦，係咪？咁咧，好，其他緣份取真咗嚴厲管制咁樣啊。咁啊，佢日本整個排放計劃持續30年嘅，咁係咪禁足佢30年啊？咁樣。啊，咁咧好得意喎，好难预测未来数十年科技及技术变化，咁有冇关系咧？冇关系嘅，你继续污染噶嘛，只要佢啲监察只会进步啊，唔会弱咗啊，系咁样啊，需要禁几耐就禁几耐啦。咁其实就唔系健康嘅，中共啊，中国话俾你听停啦，咁你就要停噶啦，我唔捻信啦，老共话停啦，得啦咁样。屌乜香港都有科學家㗎，渣啲都係啊！喂，指標仲喺度喎。咁但係如果係政治上話，得啦，同日本改善關係啦。哎，我10億人都要食啦，你唔食，屌鳩你啊！咁你又要食㗎啦，係咪？你又要放，但係你可以唔食㗎嘛，係咪？即係有啲人係敏感啲，對於啲咁啊污染啊呢啲咁嘅食品安全啊、零舍嘅咩咁要求高啲嘅咁啊，食條菜一定要有機嘅嚇，冇機嘅咁樣。有佢咯，咁我啊冇嘅，最多啊毒菜心我都照食嘅，洗多两转嘅啫，我只能够如此啫。我嘅理论咧就系、是，其实你避唔到嘅，即系现代社会各类污染都存在，咁你人系避唔到，即系你当然小心啦，系咪？我唔系叫你接触吓 COVID-19，但系如果你能够间接接触到，其实当然就系最好啦，因为你可以有抗体啊嘛，吓咁你。应该一定啱嘅就系增强自己身体啊嘅新陈代谢啊，自己个自身防护能力呢、这个先系最实际嘅。你又避唔到嘅啊，至于你摄入几多
輻射你會死人咧，生血癌咧咁樣。當年咧，烏克蘭係烏，即係家係係唔係烏克蘭？烏克蘭嗰個切爾諾貝爾嗰個核電廠，後屘話會死唔知五萬七萬人咁，到而家你發覺冇咁嚴重嘅。當然啦，日本俾原子彈炸過啦，結果後來好多都隔咗一兩代都仲有啲畸形嘅，冇得講嘅呢啲係有好耐，但係又唔係佢預期中即係咁嚴重，即係因為人嗰、那個人係有適應性嘅，係人係有適應性。但有些人的適應性特低，那就沒得說了，這些全部都只能夠如此。至於你說、哦、堂而皇之這個白頭阿伯、你減少我們健康、就是、根據、就是、走去給壓力人，那就很跟蹤 中國的、做法，走去日本領事館調查人、單方面不符合入約精神、如果呢核污水已經淨化，應該留在國內使用。中國咪咯，係咪先？中國咁多核電廠，得閒唔排出去㗎，一樣係留翻自己用嘅。啊，所以呢啲嘢隨你啦。有好多人親日，我又唔係特別親日嘅，只不過即係清楚知道，又唔好咁講到咁咩啦。跟住個個七情上面啦，嗰啲一二元出嚟，個個愛國啊，鬧日本啊，咁啊，你唔好日本嘢，唔好去日本遊旅行啊，一個月過我冇啊，我唔係我日本嘢貴喎，我唔係特別中意嘅啫嚇，我亦都唔中意日本啲文化嘅喎、中華文化都唔咩咩點咩都未了解清楚，了解咁多日本啊韓國文化，但係生仔中意啊嘛，了解佢啲文化，兼且食佢啲嘢咯，係咪先？咁啲後生仔要食嘅時候冇得食喎。咁唯有多啲去外國旅行咯，去韓國啊、日本旅行，咪食飽嘅咯，要食多啲咯。福島食品團搞翻啦，咁可能好多人啊，香港食唔到啊，嗰啲魚生禁咗和咁，去日本食，你睇住啊，有啲咁嘅古怪行為。好啦，今日又講完啦，香港魚生大陸青島咪咯，大陸嗰啲唔會嫌，大灣流電。我不嬲啦，我有份反核嘅大灣1986年，系諸如此類，系啊，岑武輝生日，唉，而家都開始冇人理會啦，唉，諸如此類啦，好多人中意食，而家我唔中意。你人類之所以進步，因為食熟食噶嘛，你知唔知？你諗下動物食生食，咁佢蠢過人類。人類進化咗就開始消咗，鑽木取火學妖咗之後，於是乎直立之人即係變咗企起身食熟食，咁人嘅智慧就一路升啦。福島高危，日本人都唔食，係啊，佢哋都係福島食品。台山海外核超標過萬倍啊，嗰日標準就冇事啦。類似啦，呢啲有好多呢啲咁嘅環保政治嘅，係咪？得個知字啦，大家唔使咁上心嘅，唔食啊點啊？唉，你想食都冇得食啦，係咪先？係又唔使話特登去揾嚟食嘅，係你願意平價食輻射高價貴魚，係一生百毒不侵，乜都食，係太多又唔好嘅。你俾著我問到我啊，福島嚟嘅，我都要試試嘅，食少少試試，怕咩啫？系諸如此類啦，系咁啊！其實人類嘅趨勢都係食養嘅魚多噶啦，係嘛？係貴嘅海產嘅嘢越嚟越貴啊，同埋佢的確係你控制唔到佢喺海度，你點知佢遊近遊過去福島咁，然後遊遠咗，跟住你撈到啦，以為冇事，一樣可能有事，係嘛？我唔知啦。好多謝大家啦，今日好嘛？明天再見。